典词为汉语，啊，是我们中国翻译成汉语，梵语为那罗迦尼尼，这在经上常常看到，这是梵文音译的，啊，意思是地狱，是大乘论音译语。此意有此意，这个地狱翻译拿罗切尼尼，它还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不可乐，这里面没有快乐。第二个呢，不可救济，他的业障太重，佛菩萨救不了他。啊，第三呢，暗明地狱就像是阴天，那它也不是黑夜啊，它是有很浓很浓的云彩啊，阴天啊，阴到什么程度？啊，叫你人面对面的时候看不清楚面貌，啊，第四个呢，这是狱，牢狱，地底下的牢狱，啊，金经言地狱，那其中这一个意思，啊，它一定有这三个四个意思的，啊，讲地狱是讲一个意思。菩萨论云，占卜周下过五百余善的诺，乃有其余啊，余善诺一般翻作游巡，是印度礼数的名字。那我们现在多半用公里啊，1000米，这是1公里啊。印度的时候，它是讲右旋，下面维摩经照注，僧道大师的注解，右旋有三等，上中下三等，上右旋60里，中右旋50里。下游旋40里，都是丈量圆径距离的单位，故常言地狱，一这个狱在地下啊，这是主要一个意思。但是应该要知道，地狱不仅在地下，山间有，海边有，旷野有，树下也有，空中也有。总之，地狱有三大类。啊，这个三大类此地给我们列出来了。第一个是根本地狱，第二个是游增地狱，第三个是孤独地狱，啊，有这三类，啊，那么这是佛学常识，啊，根本地狱。
乃八大地狱及八寒地狱。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，因为这个八大地狱也叫八热地狱啊，地狱一片火海啊，到处都是，你看到的都是火在燃烧啊，所以我们看地狱变相图，就是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海啊。那么那个火，我们知道它没有温度啊，它不是很暖和的，它不是的啊，让你感触到的时候都是冰天雪地。占卜周地，占卜是我们这个地球啊，现在叫地球，佛经里面叫它南占卜周啊，这个地底下五百有穴，有地狱，名为等火，从事依次而下，一直到第八狱，名曰无间。那无间的意思，下面会说到啊。那么这个八种狱，乃层层树立，根据居舍论啊，再参考大论、大论、大智度论。这个八狱有名称，第一个，这是从上往下啊，第一个是灯火地狱，灯啊，灯火地狱，鼻中罪人。所受的罪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啊，主赐魔道苦其生死，然冷风吹之呢，皮肉还生，等于情火，这叫等火啊，不是啊，受了刑罚人就死了，那也就是一次受痛苦啊，他就不再受痛苦了。地狱不是这样的啊，地狱的神我们知道它是化身的啊，是变化的，造作罪业的人躲在这个地狱里面啊，受的罪是刀砍了啊，尖锐的东西刺木，我们看地狱变相图啊，有石木啊，刀，这些
是刑具，都是在受刑。啊，苦其生死，啊，生死冷风一吹呀，他又活了，皮肉还生。啊，生怎么样？再受第二次，一天一夜，万死万生。啊，他不是一次的，所以苦不堪言。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罪要消尽，他才能出来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受苦受难，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，救不了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业力。那么说到这些地方，在过去我们中国学术界有个名人章太炎先生，大家都知道啊。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月判官，东岳大帝的判官啊，那就是他白天在人间，晚上到地狱里上班啊。判官的权很大，东岳大帝是鬼王，判官就相当他的秘书长啊，这么高的地位啊，应该是他的判官呢，大概是请假有事情离开了，请他去代替代理啊，代理一个月啊。这个事情很多人知道啊，我是他老人家女婿朱金洲老居士啊，在台湾也很有名气啊，一个老居士。他告诉我啊，他的夫人就是章太炎的女儿，他的老岳丈。他说老岳丈这个事情他们都认为是鬼话啊，都不肯相信。他是个学科学的啊，对这种存疑，他说是真的啊。有一天老岳丈试试看，用一张黄纸写一个请假条子，今天身体不好不能去上班啊。他上班时天黑之后，就两个小鬼抬着轿子啊，他上了轿子之后，那个轿子好像空中飞行一样啊，到达东岳大帝的东岳庙。啊，那么这一天呢，小鬼果然没有来接他啊，阴曹地府里面的生活状况跟人间差不多，只是看不到日月星啊，太阳月亮星星都看不到，一片浓雾啊，阴暗，天非常阴暗。但是他说是啊，真的朱老居士中年学佛了，学佛的原因他告诉我，抗战期间啊，他做四川税务局的局长，他学财政的，晚上给朋友们打麻将，打到一点多钟，快到两点钟散场回去，那个时候
重庆是大城市，还有路灯，但是路灯的灯泡20之光，我们就晓得20之光灯泡很远才有一个啊。他回去在那个时候都是走路啊，没有车，走路看到前面有个人走在他前面，也没有注意啊，走了很久了，忽然想到这前面是个女人，一个女人妇女怎么可能在半夜三更在外面走的啊。这一想的时候啊，身上汗毛直竖啊，看到前面那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，知道遇到鬼了啊，就被吓到了。亲眼看到的，跟他在一起走了半个多小时，他这就相信了。他说我真正相信是这个原因啊，相信老岳丈所讲的故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骗人啊，确有其事。所以每个人学佛的因缘不一样。我在台湾跟他很熟悉啊，常常就看老人家，他把我们当孙子辈看待啊，他大我39岁啊，把我们看小孩啊，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听。他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啊，不是从书本里面看到的，不是，都是亲身经历的啊，确实不可思议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